大家好，这今天是正月初一啊，我们这边民俗啊，你这个四五点钟起来放鞭开门啊，这是我们的这边的习俗啊。跟先生来，新年好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来了。哎，来啊，三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点。没带身份。首饰牵的好看呀。拿点红吧，红。哇。大年初一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越长越帅，越长越漂亮。我们这边的习俗，等一下要出去拜年，每一家挨家挨户的走。之前这几年哈，因为特殊原因一直没去，今年感觉这些热闹又回来了哈。其实这个习俗挺好的哈，在我们湖北就没有，在我们湖北就没有。你要不要跟我妈打个电话拜个早年？你拜不拜？看我干嘛？这什么眼神？我早就打了。真的打的？真的。哎呀，再来两句喽。哎呦，你看。年轻十岁了。我觉得你好像要克服五十一斤的感觉。好紧张的样子。小姨起来啦。然后不接哦。你几点钟起来了？哇，四点半就起来了。你还不是起来开个门是吧？接了。爸。爸，新年好，给你拜早年啊。新年快乐。快来呀！哦，外卖呢？还上？这么小，来，小妞，祝你新年快乐！八点快点，再说一遍，祝你新年快乐！老婆呢？有啊，来，快点，外公拜年，拜年，外公拜年。妈，新年好，给你拜早年了啊。头发呀。远家就是这样了，每天就是在家里打个电话，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打个电话拜个年。好像永远都是这个拿最大碗的。你这是给你的。我们这里大年初一要吃面，我也去吃面了。拜佛拜哥，你看，拜个年，外公直接发了五个红包来了，一千，一人一个，我都不好意思领哦，你还领啊？我不理你的，是。你要说一下，外公，谢谢外公，证明是你领的，不是我领的，知道吧？谢谢外公。还要谢谢谁啊？还要谢谢外婆呀？谢谢外公，谢谢外婆。我的气都大了。好，我看现在样子了。这里，黑仔要吃一碗，应该不会烫吧？黑仔真的是一点都不怕那个烟花爆竹的声音，很兴奋的样子。先吃我的，可能是有点烫吧，他等一下就会吃。你看人家都在吃，他说我也要吃一点。对。
高兴，好高兴的样子。他说给我来一份，是吧？现在去拜年了，先去大伯那里拜个年。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老房子了。小妹姐好啊！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时隔三年哈，我们这个村上又变热闹了。来看一下怎么拜年的了。现在一排一排的来走，走着走着走到家里来了。好多人去我们家里拜年了，我也去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去，跟着爸爸走。爸爸是领头羊。好多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拜年，人家当做拜年人，估计人家也不认识我们。你看你们。你要的，先拜年，先拜年。我去，你给我上去的。哎呀，不会发抖音啊！来，你发抖音。你看这拜年帽子里面塞的都是。你重不重？你要不要回去啊？不要。啊。黑仔。这么开心认识我们哈，啊，开心成这个样子，黑子，终于为家了哈。走了一上午，像我们这边的习俗，就是前两年疫情啊，就都没有走来走，没那么热闹，都走在家。今年放开了的话，都走了一下，他们走一上午。他们也同意，不知道你们那边的习俗是不是这样？晚上中午了，要办中饭了啊！没吃饱吗？没吃饱吗？